那这个下路，下路看是到东西给了了。背眼的，给了绕背眼，这个兵线下路很难受。北川不敢吃上河蟹，得下来保下路。一闪哎，Q 技能打个怪，一瑶瑶这波好帅，但自己好像死了呀。瑶瑶闪现跟吗？罪名哎，好的太一关键了瑶死啊！呀，罪名好关键啊！罪名定到塔下了，再一个有人叶，喂哟，小明压力太大了，这女 T。想自抓己还还是个小位啊，是位不怎么了说抓，你那去卡莱吗？没异想必闪，一闪，喂哟，好快的一闪，闪现想减哎，速就没接减到，到了，那死透了呀！看一技能好得了吗？一技能好了，一技能好了，一技能又好了，还要硬死吗？那换人头啊，那这是换人头了。今天就不打野了，就打这个。眼雀伤害真的太低了，打一下都哎，没感觉的。闪烁接无限连招，北川 Q 直接闪现大，一点操作空间没有，还要过来拼命吗？把护亚叫过来，二龙不想给，为什么呀？大招甩明，明没明有闪，闪现掰走，嘎子要收割了，打完了呀，嘎子收一个头，蓝白踢了，人还死了，龙也掉了，这打野不在，踢下来干嘛呀？急了，急了，踢急了。先锋是拿到了，哎，正面没闪的明，但是跟不上，瑶瑶开表没闪，起来闪现差五秒，没闪，直接锁你，大招锁嘎子，正面打起来。喂被秒，还好人都是泰坦的。凯兰没闪了，凯兰往前走，没电到任何人。一闪，小明打得不错，亚菲利欧打到空了，九筒一闪撞死一个，亚菲利欧能收割吗？还行。三打三，看清嘴，悟空赶紧交闪，打了个二换二，还行。至少有战斗力了。对，至少有一点点战斗力了。有机会，龙怎么说呢？四千龙有视野的，北川是有机会抢的。左边全一勾，瑶瑶，瑶瑶直接被秒，猴子也要被秒，嘎啦双杀，再打下去要五杀了。我左边没大呀，一个大招没有。北川都死了还踢下去，不知道干嘛？这打野都死了还要踢下去打龙，炸回来一个喜鹊。哎，这鸟死了呀！布雷泽，哎，布雷泽被把自己玩死了，布雷泽，布雷泽正面开，该换风，换风有进化，怎么杀呀？亚菲利欧大招空掉，有点可惜。大招巨一个 Q 巨大暴击吗？哎，没暴击，人头给啊，给我换风啊！酒桶这里也死了，打，还是要打吗？真敢打亚菲没武器呀、啊！嘴巴一清，清到瑶瑶，瑶瑶没血，一勾锁头呢？没有锁头，这里要五杀了，嘎子要被秒，嘎子死之前换一个还行。安吉拉怎么说？安吉拉清水，安吉拉闪个 E， 也有没有大棒？吃一棒子撞下来，但是人家有盾，布雷泽有，马上下一个 E 好了，自己还有闪，应该能操作，应该能操作，闪现 E。猴子也要死，北川。哎呦 ，RNG 成功进入八强。大龙代理，哎，这我来，直接又是锁，哎，直接锁，秒的呀，亚特秒了，没直接播。真打吗？猴子先被秒，猴子被秒，泰坦也被秒，大龙也没了，我的发，大龙也只能给啊 ，TT 大龙只能放了，给了不如点了 TT。换经济，啊、没压力啊！正面给压力，真没压力吗？要硬杀他呀！硬杀我，我这边就上高地了呀！对，我这边开完啊！不是你走吧？没想着走啊！好、哎，好能顶，好能顶，还能拖时间，啊、还在拖时间。兵线进塔还能操作吗？还在拖时间，死归死，看看能不能破两路 RNG。布雷泽死的没关系的。谁敢守？走了呀！小魏推完塔，队友都准备走了，还开起来了。嘎啦要五杀了，嘎啦要五杀了，一闪亲嘴巴，直接逼到双招。双招直接交。要不走了，嘎啦充电，嘎啦有大的，嘎啦被勾到。喂，要嘎啦五杀了，泉水五杀。能这样玩吧？嘎啦。疯狂的嘎啦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
MVP 找到了，老子这里八把 C， 四杀，恭喜 RNG， RNG 很轻松啊，今天这个 BO5 直接拿下 TT 进入下一关，一把秀才挂地续费，RNG 季后赛真无敌的，直接下一关 RNG， 看看能不能一穿五。上把打那个标记是吧？我说实话，任何人看到季后赛的 RNG 都要打抖，那季后赛的 RNG 太疯狂了。